现在你告诉我你的烦恼，然后我帮你忘记它。人总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用我这个宝字忘忧。据说这个宝贝能使人忘记忧愁。忘了真好。真的可以让人忘记烦恼，不信你可以试试。我是专门帮助别人消除悔恨还有罪孽感的。我没有烦恼呀，我很开心。消去烦恼的人就如同一张白纸，你说什么他就信什么。你是写什么？志明吧。我才是饼，我才是饼。秋荣到底是谁的老婆呀？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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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。土匪要再一次的袭击我们的村子，你们的老婆也死在了他们的手上。原来我有老婆。你不是身为绝世武功吗？怎么会怕那几个土匪？这次要做的牢靠一点。我是个读书人呢、啊、不要让人家说我是个刽子手。那个什么村长真的有点邪门。村长好。村长一米。你把全村的记忆都消掉了。这骗子。我真的。他娘写信给你。你娘才写信给你的。把你十岁前的记忆全给你消掉，你现在是一个没有童年的人了。再等等，是几个字？六个字啊！谢谢。三个字。骗子，白痴。